位嘉宾、新闻界的朋友、武术界的朋友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吗？咁喺度咧，欢迎大家嚟到民生书院呢度参加由红磡三月街坊福利会主办、九龙城区议会、红磡社区服务联会、香港武术联会合办之第一届九龙城武术节2010开幕典礼卓越武术师傅嘉许礼暨鼓舞飞扬城打气大活动。我系两位今日嘅大会司仪，我叫 Andrew 周丽燕，咁我身边嘅拍档咧就系卡卡陈嘉怡。繼續有請合辦機構香港武術聯會副會長關志祥先生為大會致辭，有請關先生。咁都想問翻，咁你又覺得我哋C2C 義工團咧今日即係表現成點啊？係咪真係幫到手呢？今日咧 C2 咧真係喺我想象之中咧係出乎意料之外咁好噶，我真係再度好多謝咧 C2C 義工團體啊！咁我希望下一次咧再有機會可以合作，因為我一定會再邀請你哋合作噶。好，多謝你先，陳主席，多謝。